哎，刚刚拆不拆那个炸，我觉得差不多的，就那个炸。哎，我这个鸟的 bug 好烦啊！哎呦，哎，我就感觉就上一个插刀。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插刀！来，我翻出去了，他目的已经达到了，那他目的已经达到了，知道吧？这满分了呀！这满分了呀！这分身满分了，这分身绝对满分，好吧？哎，这分身这 这分身把我挡了，这个分身把我，这分身当了我一次金身。还没撞晕我，哎，我精神个屁啊！精神，你还能撞晕我？你走吧。胜哥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接受的啊。哎呦，双导是最赚的，但是不是双导，好难说。说先知的鸟还是很厉害的，先知的鸟还是很厉害的，因为先知的鸟给我，我就打不了人呢，打谁都不好说。人嘛，得要贪，尽可能压缩时间啊，这样子螳螂式的屁股就比较圆，就比较圆圆，比较快圆了，快没了，对吧？然后外面的是个魔师过来了，肯定是个先知。你看，这样我既能挂死人，又可以偷办个屁。哎呀，我是干嘛？惊了。那边走。哎，我对这螳螂僵尸还敢过来？
谁给你豹子胆啊？这可是我两哈皮的蜘蛛呀，对不对？哎，蜘蛛还是好玩的，玩其他就不好玩了。手电筒。他也没办法了，因为他只能这样子了。反正高阶就搬，我这边就搬风眼跟蜘蛛比较多，杰克很少，基本上没什么半杰克的。是个风哥。这样走、啊、他想直接进大房子了，就显得很粗暴。不着急，嗯，我想想他吃我多少，等一下要减刑，等一下要交减刑白嫖一只鸟也行吧，其实。咋了？是个前锋啊？在干嘛呀？摩斯会往那边走，就那边走，等下直接挂了就过去找摩斯。那出大事情了。然后先生没卡办，他们那边要过去救先生，救到了。
就到手电机了，要手电机了，手电机，手电机。哦，调的是炸鸡。可以啊，调师，这他是一喷就死了。调香师炸鸡这种事情很快乐呀，太快乐起来了呀。然后把魔石给摸好，先知挂死魔石也那个的，啊，这在里面吗？就在这里面吗？死谁都可以，反正一样的。没了，下一局吧。开不了的，调完炸的鸡。哎，走快点，让我过去。对，下一局。这调完师也挺配合我的呀，让我过去的，好人啊，这个给他点个赞吧。